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我已经馋不住了耶，好想马上品尝一下。那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吧。哇，是不是好好看？我悄悄放了一个金豆豆。那我们就先从喝我们自制的奶油开始吧。这里，我看，五颜六色的，哇！啊，太好喝了吧！我都不忍心破坏它，真的像一幅名画一样。这个金豆豆放在这里，我们来先品尝一下最上面的这个，哇，还在拉丝耶，哇，拉丝的耶，应该很好吃啊。奶油已经浸透了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再尝尝下面，这里还有一小块，不能浪费，我要把第一个吃完掉。好看又美味的糖豆豆，简直也太开心了吧！这个蛋糕马上给我儿子的同桌送去喽，关注我。